相信小伙伴应该都看过《快乐大本营》，记得小编从小时候起就十分喜欢看《快乐大本营》，每周六都会很开心的和小伙伴一起看《快乐大本营》，甚至有小伙伴表示每次不开心就会看《快乐大本营》，《快乐大本营》简直就是童年回忆，每期的节目的嘉宾都是当时很火的明星，而且当时的话题也是最热门的，主持人都很敬业，感觉和观众互动蛮多的，几个主持人的身高除了海涛有点高之外都蛮均匀的，甚至有网友表示从前面看时，这几个人站在一起简直就是一条水平线嘛。再说说新版的《流星花园》里面的山菜人设就是灰姑娘的人设，但是饰演这个角色的沈月还是个蛮水灵的姑娘，最开始认识她还是因为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，在这部剧中萌的不仅是她在这部剧中的萌美形象，萌的更是她与男主的身高差，然后就有网友扒出了他与吴昕的照片，虽然两人没有直接站在一起，但还是被心细的网友发现了细节，吴昕真的好像高他很多了，说好的两厘米身高差了。免责声明，文中图片引用自网络，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